好了，现在的位置大丰服务区哈，这服务区挺大的，人也很多哈。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江苏这边基本上每个服务区人都特别多啊，然后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吧，就是江浙沪一带发展比较快，与这个人员的密切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哈。再说个事儿，刚才找一个大哥借个活儿，非得要送我一个打火机，啊，这个挺好，挺好，挺友好的啊。我没要，因为我车里有，一会儿前面补点油啊。要说的就这些，大丰服务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好了，先到这里，大丰。